你好，中国市净最高的几间公司多数是科网股，有投资者定性科网股为一个消费股，不是科技股，从而认定中国经济只是强消费弱科技。我对科技股的认识非常有限，但我都知道发展光刻机的一定是科技股。我想最重要的关键是中国的科技科网股能否创造自己核心技术，例如 Tesla 会拥有自家的无人驾驶技术， Apple 会有自家的 M4 晶片和作业系统。希望中国那几间资源最多的公司要在核心技术方面着力，不要只是着重短期的盈利，否则最后受害者都是自己的。